便给汪先生在新政府给你谋个职位。我不愿意。别这么快决定嘛。薪酬方面都好说。就算一个月给我1000大洋，我也不会去的。是吧？我现在在上海政法大学教课，再加上书店的收入，自然是饿不死的。不劳你费心。再会。我们回家。贺明兄。 公伯，再不坐火车可就开了。催催催，催什么催？